有一法门无量义，即令菩萨成菩提。自本来尽最真谛，万物性相本空寂。只因众生虚妄计，六趣轮回苦难离。佛陀宣说第一义，普令一切复义。万物性相本空寂，这里的万呢，我们右手打万的字形，物我们左手直接打物的动作，性我们的右手食指在左手手背画一下，这是代表个性的性。相呢，我们就打情况。本我们打原本的动作，我们的双手食指与拇指从肩膀这边往前拉出，这是原本的手势。空寂我们直接打空的动作。天地万物一切的性相原本空寂，一切因缘造就，有因缘汇合才有万事万物。整句我们再来一次，万物性相本空寂。有一法门无量义，即令菩萨成菩提。自本来尽最真谛，万物性相本空寂。只因众生虚妄计，六趣轮回苦难离。佛陀宣说第一义。